朱简糟糕，陛下心动了，开机演绎腹黑皇帝的甜宠恋情，由青年实力演员朱简担任主演，北京聚角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陆客传媒、爱奇艺文学、咪咕阅读联合出品，赵氏兄弟监制，马云宇导演的古装爱情偶像剧《糟糕陛下心动了》日前在横店影视城举行盛大的开机仪式。剧中朱简将饰演一位腹黑冷峻的陛下，撞上女主饰演的娇俏小太监，上演一出古装宫廷甜蜜恋情。糟糕陛下心动了开机仪式，高水准优质 IP 改编，朱简首度挑战宫廷恋爱戏。糟糕陛下心动了讲述了由朱简饰演的性格怪异样貌英俊的皇帝严谨遇上女扮男装误入皇宫的尚书之女严之夏，将她收为贴身太监，并一步步奴役和帮助她成为太监大总管的故事。表面上看着是娇俏小太监天赋异禀打怪升级上位，实则严谨在他入宫时便得知其女儿身份，并运筹帷幄强势撩妹，宠爱满满。该剧改编自爱奇艺云腾计划优质 IP 皇帝中二病，原作轻松活泼趣味十足，凭借其新颖的剧情收获了众多书迷的喜爱。朱简现身开机仪式，为了保障剧作水准，为观众奉上新鲜的视觉体验，制作团队在选角时一眼相中了新晋男演员朱简，曾在《沙海》《凤求凰》《刺客列传》等多部影视剧中均有精彩演绎，而其英俊的外形和冷峻的气质更是极度贴合严谨这一角色，其精湛的演技和超高的粉丝基础也让这部剧更加惹人期待。朱简与导演合影，朱简再度饰演皇帝，角色多变，实力不容小觑。朱简2016年凭借《刺客列传》中执明这一角色成功出道，短短两年时间便在多部影视剧中有着精彩的演出。而糟糕陛下心动了也将是朱简继《刺客列传》之后再度挑战君王戏，相信一定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从《刺客列传》中玩世不恭的君王之名，到《凤求凰》里隐忍腹黑的驸马合集，再到《沙海》里热血义气的新铁三角杨好，朱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多变而又独特，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朱简与众主演，目前糟糕陛下心动了已开始紧张的拍摄，据悉本剧将于2019年与观众见面。而日前朱简参演的古装巨著《皓览传》也正式宣布定档11月15日，朱简在剧中将会与女主有着精彩的对手戏，敬请期待。